齐天大圣出了水帘洞，开眼一看，嚯，好一位玉面郎君，此人正是玉帝的亲外甥，当年不匹桃山立享玄鸟的二郎神。谁啊？妖精。哎，妖精，妖精，他怎么了？说到这儿怎么就走了？二郎神好厉害呀！你打不过杨戬，嗨，那就是一故事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，